主料木瓜一个，鸡爪六只，辅料银耳一朵，枸杞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叶耳包起先泡水，鸡爪一只剁成三段，木瓜鸡爪银耳一起下锅加清水，大火煮开后，中火煲30分钟至鸡爪软烂后，下枸杞和盐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木瓜具有平肝和胃、舒筋活络、软化血管、抗菌消炎、抗衰养颜、抗癌防癌、增强体质之保健功效。叶耳也叫白木耳，富含胶质，中医认为银耳甘平无毒，若肺生津，滋养胃、益气和血，补脑强心。鸡脚含有丰富的骨胶原蛋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